此，我是来请救兵的。山下出了禁武令，所有练武的人都难活了。他们是军队，人多势众，杀人斩草除根，大大小小，没一个放过。这已不是武林门派之争了，是个灾难。瞬息星际，人生百年。用剑者死于剑，因果呀，老夫。是你把他们从尘网中拉出来，现在又把他们放回去，后果尽在天意。杨银聪，我知道你的过去，也许你不该下山。杨云聪，师父，我知道。既然你知道，这次如果真的下山，你能遵守你的诺言吗？我本来就不想过问前尘往事，你叫我下山，师父真难说。小五，你别跑那么快，你会晕的。别走，求求你下葬救救我们庄的人吧，庄里面有几百条命，大人孩子。小五，求求你，不下山就不下山，没什么大不了的。你们根本就不了解我，送死就送死，站着死总比跪着死来的舒服。你走不走？志邦。